阿華，每次嚟到東涌東填海工程項目嘅創新中心 InnoTech， 我都好難想像工地管理可以係咁。作為智慧工地 ，InnoTech 應用咗超過30項創新科技，包括人工智能、數碼化管理平台、物聯網、智能安全措施等，去完善工地管理，提升工程效率同加強工地安全。咁多項科技入面，邊一樣令你印象最深刻？梗係喺我哋面前嘅數碼化管理平台啦。呢個平台可以話係 InnoTech 嘅大腦，佢用咗最新嘅 Digital Twin Technology 數碼分身技術，先整合各項施工數據，再用建築信息模擬技術模擬出整個工地嘅運作。工程團隊利用呢個平台就可以掌握成個工程嘅即時情況，做出快捷準確嘅決定。我印象最深就係人工智能啦，可以應用喺唔同範疇，幫我哋更加有效咁去管理工程項目。好似為海上工程而建立嘅智能船隻闖入預警系統，系統懂得辨認工程船隻，當發現非工程船隻喺警示區域，就會即刻通知監督人員作出應變，勸喻同帶領相關船隻離開。工地環境管理方面就用了智能工程車清潔管理系統，系統會分析工程車離開工地時的清潔狀況，如果發現未洗乾淨就不讓車離開，直至完成清潔為止。科技的應用還可以節省人手和提升工程效率。沉降監測是填海工程的重要部分，以前測量員要逐一去監測站用人手去量度數據，而全球導航衛星系統技術利用了衛星和雲端計算，就可以實時地監測填海沉降度，令施工更加快和精準。我們都覺得這些新技術很有用，不知道前線工友對智慧工地又怎麼看呢？咦，可以問下他。 Marco， 你對於東涌東項目填海工程的新科技你有什麼看法？雖然是新科技，但是很易用也很易明白，好像以前一樣，以前有了張紙啊，亦都圖畫呢，工友很難明白的。現在有了虛擬實景訓練之後呢，可以給工友親身體驗，印象是自然會深很多。模擬施工方案的動畫，工友很容易投入到個施工方案是怎樣做，亦都知道安全重點在哪裡。除了進行工地管理， InnoTech 還是一個科技孵化平台，工程團隊很積極地跟業界、學術界和科研機構合作，一起去研發和孕育創新科技，提升工程技術和質量。好像大學最新研究的減熱塗層，可以有助建築物散熱、降溫、減少用電。 InnoTech 是全港首個實地測試點，工程團隊還跟科研機構合作研究緊一種新物料，可以令過濕的惰性建築廢料快啲變乾，加快重用。嚟緊 InnoTech 會引入更多新科技，下次再同大家介紹一下啦。